大家好，我是 Peggy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兄弟姐妹呢？如果有兄弟姐妹彼此年龄又离得比较近，像是比如说一两岁啊或三四岁的话，应该就会有很多跟兄弟姐妹吵架的经验。 Peggy 我呢，吵架的时候最擅长的就是噔噔噔冷战啦。我就是不跟对方说话，不接触，把对方当空气，直到对方先道歉为止。 I will talk to my brother againOnly if he apologizes to me first. 除非他先跟我道歉，不然我是不会跟他说话的。要说只有 A 才有 B， 或者是除非 A 否则 B 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用到 only if 这个片语。它其实算是一种限制条件句，意思就是说当 A 子句的条件发生的时候才会发生 B 子句。大家可以回想看看我刚刚那个和弟弟吵架的句子哦。 I will talk to my brother again only if he apologizes to me first. Talk to my brother again 就再次跟我弟弟说话，就是所谓的 B 子句。再举一个例子好了，五月的时候我们这些要赚钱的人才刚报完税嘛，所以假设你一年要赚到300,000才要缴税，其实我并不知道赚多少要缴多少，所以我就是政府叫我缴多少钱我就缴多少钱哈。好，假设一年300,000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You have to pay taxes only if you make more than $300,000 a year， 或者我们也可以把 only if 拆开说成 You only have to pay taxes if you make more than $300,000 a year。 这样子大家有听懂吗？那 only if 倒过来的 if only 其实好像我们也蛮常听到的哈。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 if only 其实就是 if 条件句的加强语气而已，意思就是说要是 A 就可以 B， 比如说像是 if only I didn't have so much homework I could be playing video games right now， 要是我作业没这么多我现在就可以打电动了，好讨厌哦，为什么要做作业呢？或者是像单身啊又非常体弱的女子，像我搬家的时候就会发出这种由衷的感叹， If only I had a boyfriend right now， 要是我现在有个男朋友就有人可以帮我搬家了。哎呦，扯远了扯远了，今天跟大家说明了 only if 和 if only 的用法，希望你们不要被搞昏头了。那么事不宜迟，就赶快来个小测验，看看你们有没有搞懂吧。你要在这间店花超过3,000元才会有折扣哦。要用 only if 要怎么造句呢？ The answer is You will only get a discount if you spend more than $3,000 in the store. 或者 You will get a discount only if you spend more than $3,000 in the store. 你答对了吗？